脚很好看的，谢谢你的底脚 OK 啦。也帮我剪一些漂亮起来吧。这个，我要煮看。哎，这是红豆，炸炸看。红豆就做爱心啊，就做那个红豆。很喜欢用烤的，烤的，烤的几个，哎，烤几个。好好好。烤几个那个形状如果好的话，那个通常带去还是会用那个铁盘。哦，好。他们是用烤炭，不是用烤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说用烤的比较可以维持它的形状，而且又不会坏掉。了解了解了解。好啊，对。然后上面的那个。像这种面粉烤过之后，会有很奇怪的特色啊。那个再看。因为我觉得烤过之后应该不会啊，烤过它是黄黄的、焦焦的，不要烤太久就好。烤过之后，我放它的那个。主要上面那个。不过它最上面的它这个有爱心的这个圈，好像就没有这么明显。因为撑开了，他们说就是要我那个地方，因为比较老经验，一看到我的脖子就说。脚太大了。